求职朋友们，求职打工要注意，不管你想要从事什么工作，一定要牢记七不三要原则。所谓七不原则，就是不缴钱、不购买、不办卡、不引诱、不随意签约、证件不离身、不非法工作。三要原则就是要陪同、要确定、要存疑哦。老板也要注意，不是就业所需的隐私资料不能强迫提供哦。劳技防骗 SOP， 求职打工不 NG。